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纸箱生存。今天这一集呢，好，老头开始要进入铜制时期啦。哦，现在老头身上是石制嘛，不是铁制啊。上次好像讲错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今天老头可能要稍微去挖一下铜矿。哦，然后今天就是我们附魔台。啊，附魔台呢可以附魔很多东西嘛，上次看过了，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哈，老头呢昨天私底下呢稍微挖了一些，应该是说稍微去地底探勘了一下、喔，然后好像挖到了在哪里啊？不在这里，挖到了那个水晶啊，老头挖到了这个红宝石跟那个蓝宝石。哦，这两个宝石呢，应该是属于装备附魔的部分哈、哦。那这个之后，我们老头再来慢慢玩。哦，像这把剑要红宝石要十个啊、哦，我们根本就没有，还要熊爪什么诸如此类的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老头现在呢是想要先把我们这个铜的部分先做一做、哦，那总共要40个铜。啊、哦，我想要这四样全部做出来，总共要40个铜。那其他的之后再说。你看一下，像这个什么黄金砖头、黄金机械砖头、黄金机械拔木机、黄金机械剪刀、黄金机械挖掘机。哦，这个呢，我也想做看看啦，但是这个是需要更大量的素材以及这个齿轮。哦，那我们呢，先随便看一个铜装，铜武哦，就是类似像铜工具啦，不是铜武啊。对了，顺便一下哦，有没有铜剑？有铜剑哎。我在想说，要不要顺便先连铜剑都做啊？可是铜剑要12个铜，我们现在只有20个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去外面挖啊、哦。然后各位有看到这个粗皮袋嘛？老头这边已经有了。哦，这边粗皮格呢，好像是几个可以做一个粗皮袋、啊，所以我们全部做一做好了。哦，那个粗皮袋，一个粗皮格。哦、可以做三个粗皮袋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总共有33个，我们现在有10个，然后再加这个三个做出来33个，然后我看要怎么做 哦，它是需要一般的粗皮再加一些植物物质，这个去外面挖这些草就可以了，哦、非常的方便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先把它全部做一做好了，反正留着也是留着，哦，有没有？总共30个，我觉得他这样子算是很好啦，都是以倍数，不是以倍数啊，就是你以为只是做一个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做出来是好几个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，不然的话真的是很累，因为搞得累的要死。我说真的，哎呀，突然有人密我，抱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拿着我们的啊，我们这把超屌的武器，好不好？其实呢，去挖矿，铜跟不是铜，去挖矿，铲子跟十字镐是一定要的。哦，这是我们上次挖的，我们继续，希望可以挖到我们要的。怎么又越黑了？哦，还有听到声音有没有？因为呢，这周围呢还是会有一些泥土啊。那这些泥土呢，用这个会比较快。好，用这个会比较快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需要用我们的十字镐。其实也都可以一起用啦，但是我是觉得交错使用会比较快一点，个人觉得比较快。然后呢，老头挖久了、啊，发觉其实挖这个需要有一点技巧、喔。你挖这个呢，你必须要有斜45度角往下挖，你这样才有办法往下走。你不像麦块一样一格一格的嘛，那你这个就必须稍微有一点一个角度哦，比如说像这样45度一直这样子往下挖，它就会一层一层的建成做出来，有没有？你就很方便走下去。哦，只是比较麻烦的是你这个你的头部前面这边可能要稍微往前挖一下。哦，这是老头挖到后面所发现的一个算是比较快速的往前挖的方式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式，也是可以把这个挖掘方式提供出来，让老头知道啊。如果你要转弯的话，一样来，以此类推啊。比如说我要往这边下去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铜矿，一样45度角继续往前，哦，
然后呢，我是不晓得这个铜矿的这个位置啊，是不是跟麦块一样有分几层几层的？哦，就好比说，如果你要挖像麦块，你要挖黄金啊，或者是说你要挖铜矿，哦，你就必须要到第几层挖才挖出来。然后呢，你会觉得，然后说你们现在有发现，刚刚突然在挖的时候，是不是突然有点白光？有没有？其实这算是游戏目前的一个算是 bug 吧，哦，算是 bug 吧，勉勉强强还看得到前面有什么，这算是游戏 bug， 我觉得，有点小作弊，因为你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的有没有？好吧，坏掉了，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我觉得真的做一个铜镐好了，反正到后面迟早都要挖嘛，对不对？铜镐先做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刚好解完一个成就，爽。好了，这样我们没办法做剑了。不够。好，其他其实没差啦，暂时先这样。哇，你看铜制的颜色不灵不灵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他们送我什么东西？铁匠，送四个铜锭。这样子说，我可以先做一把铜剑了。然后要不要先做一把铜剑出来？好啦，做出来好了，然后需要六个，没问题。好啦，可以交错使用了。我有木剑啊，石剑、铜剑，通通都有了。哦，为什么这个铜剑没有办法塑造外形呢？我的屌剑怎么不见了？我难过，我真的难过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的挂壁火把可不可以再做啊？可以，只能再做一个了。木头不够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，好，我们这一次就往那个铜矿发掘的那个地方横着挖看看好了，不然真的找不到，好不好？这大概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再往前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弃了放弃了。现在趁现在白天，啊，我们找不到我们的铜矿，我们挖这么多一个铜都没有。好的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锻造台有没有什么什么所谓的指南针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不管了。好，有没有指南针？找到了。需要铁锭，太棒了！我们现在连铁都挖不到，我们没有指南针，我们还是就是你也知道的哈，作死作死，我们就直接作死算了。还是我们先看一下任务有什么，什么东西？放置全线控座台，说给两个这个固定发光的精华，附魔会给两个发光的精华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们的成就越来越少了、欸，快要解完了。对，这个成就解完应该什么都没了吧？好吧，准备出发了，趁现在太阳上升了，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冒险一番了。这个是沙子吗？沙子能做什么啊？好奇哦。哇哦，这是沙子啊，这下面是什么？从这里挖下去会怎样？流沙啊，这不是流沙之类的，有可能。
嗯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是树丛。这个木头应该是椰子树吧？沙漠地带椰子树，白痴哦。而且这个好窄哦，欸，这个很好砍欸，省时哦，这个算是很省我们木，很省我们的石斧的消耗素材哦。那砍个几下就可以拿到可可木的木头。我们该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吧？反正我们有地图，不用怕。要不要靠一下野猪，打一下好了。滚，滚！哦，有点痛，没关系，我攻击并高，我攻击并高。行嘞，给你的肉谢谢，我可以生吃肉，没有问题的。野猪不过如此嘛，是吧？然后前面有什么？等候螃蟹，干什么东西？欠揍是不是？敲一下跑掉了。这边好多螃蟹哦，然后不断的破土，有没有看见各位？这边沙漠地区，那前面这个高山上面有什么啊？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看到裸露的铜矿在外头啊，是没有看见就是了。干什么东西？哎，开敲开敲开敲，没关系，我撑得住。你算什么卡小？嫩，给一块肉而已。看我们在哪。他没有标记我们的位置，我们没有指南针。这个点应该是我们的。哎，我们可以这样标点哦。这个点是我们的家，好不好？然后标了之后呢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霸气一样。到底有什么功用啊？然后这里是哪里？这么多螃蟹，烦死人了！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怎么有那种机械声？哦，哇，这边好难爬，我要掉下去了。怎么三不五十，肚子饿啊？烦死人了！歪歪歪歪歪！卡住上不去。上来了，来看一下这山上有什么？有狼，先打了。卡住的可以，棒。然后有一个跑过来会攻击的，一直被他推，滚。刚好我们需要一点皮啊，说真的，非常需要。哇！这是什么？难得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啊！蜂蜜果酱、蜂蜜浆果，居然连蜂蜜浆果都有了！天哪！往更高的地方去爬。那个高山上怎么会有那个什么东西在飞之类的、啊？不是吧？你这种地方要我用挖的？哎、欸，那个侧面那是什么什么矿石？第一次看到、欸，哎，长在侧边，好特别哦、喔！来，我们挖这里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找到了，这就是铜矿哦！居然这里有，好嗨呀、啊！皇天不负苦人心，不过好像量有点少样子。不管了，先把周围挖一挖。你们这边太暗了，开点火好了，不然你们什么都嘛看不到。有没有？铜矿长这个样子，好了，看来是没了。再往上挖看看，
哦，挖出来了，果然呢，事实验证了这些铜矿都是在这个底层大概四五层左右吧，大概就在这种位置在挖到铜矿，所以说不要挖太深，我们爬上来了，就是那一座山，就是说不要挖太深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挖太深，你真的你会找不到铜矿，有熊。这边的话没有来过，还有黑黑的，怕。然后呢，天然的铜，果然有天然的，应该是说果然有暴露在外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暴露在外面的？方便很多啊，哥布林杀手，来，刚好我需要一点精华。就是你了，专挑哥布林，好不好？哥专杀哥布林的，哥布林的骨头，快跑哦！什么声音 ？Oh my gosh！ 你不要这个时候出现，强化哥布林。抱歉，路过。Oh my god！ 干什么东西？他在吗？哥布林回去了吧？那个强化哥布林回去吧。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赶快烧，赶快烧啊！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两个做一个，那我们只能20块了，我们只能20块了，而且我们木头不够啦，该死的，没办法烧。没办法做一大片，寂寞版，寂寞版。好，不过呢，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了，我们至少能够做再做一个十字稿，我们十字稿要爆了十字铜稿。好，不过我们已经大概能够确定铜矿的位置落在哪里了。其实这算是一个好现象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的话真的找不到啊，而且我们大概知道大量的铜矿的位置。那我希望我是能够开发我们家附近的啦，不然的话有时候要跑那么远也不是很好哦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为止哦。不过就是稍微一个探险也没什么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那如果你们呢有玩这个游戏玩的比老头还久，有什么意见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老头知道啊，觉得老头这个时期应该做些什么会比较好呢？好不好？那么呢，一样的，然后记得要个订阅嘛，我刚刚讲过是不是？好，不管了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或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去我的 Dono Life 按下你的追随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再见面，拜拜。